受到强烈风台天兔的影响，台铁是宣布南回线、阁北回线、花东线、滨溪线、阁阿里山的铁路，这高列车今仔全港拢停驶，北回线的对号列车嘛停了。可是高铁是专线正常发车，无受到影响，将对国内航班某部分的取消，所以提醒民众要出门的时阵，上好先查一下交通的状况。天兔风台来袭，拍乱民众休假计划。有真侪民众早起就来到台北火车站买坐火车，准备提早回去厝诶。因为他说这一次是超级强台啊，对啊，怕等一下半路他车子不开。为着因应风台带来强风大雨，台铁已经宣布拜六21号，南回线、花莲线、滨溪线、甲阿里山、新林铁路这各列车全部停开，基隆甲北回线这区段也停开。高铁是专线正常发车，无受影响。而台铁也对本礼拜起启动新的退票制度，即要发布海上警报，就使退票免收手续费。海上警报发布的时的开始了，旅客就可以享有退票免收手续费的一个折扣。另外，在航空部分，华航、国航来回台北的航班取消，远航台北来回马公，也有丽荣台北来回台东的航班也拢取消。只有复兴航空是再去正常起降，下晡看天气状况再个决定。应该早就要给我们讲，对不对？啊，结果没有讲，我们就在坐火车上来了，结果现在说不能走了。由天兔风台，结果真十八，愈暗可能风雨愈强。所以讲，第二线、第七线、甲第二十线已经实施无经线封路。台东来回南苏的船只也取消航班，台马轮也停开。所以讲，提醒民众出外时阵上好先查一下交通状况，以免白走一撮。记者孙宏霞报道。